叫小黑文教，你无撸着，做人拢会甲你教。等一下又要出去泡一下，不要，要泡了之后全身，现在只有脸。你有吃的吗？你有吃的吗？我吃了一颗原味的，还不错啊。可以吗？它绿区的地方也还不错啊，这是它的大便不是吗？对，这是它吃的海藻。对啊，对。来，加了。你有拍了吗？有，我拍给那小朋友看。啊，给小朋友看。给小朋友看。给那个啊，125跟那个，他是多少？你有传到我们群组吗？没有，我还没传到群组，传在我另外一个组，公司的。公司想要跟我出去玩的。你跟他们讲，下次大，下次有龙虾、啊。哦，是哦。那种太高级的材料，然后火来了啊，有闻到味道了。这是烤肉酱。可以哦，可以啊、哦。我煮尾当然可以，一定要用盐水煮了。煮海鲜一定要用盐水煮，不能用淡水煮，用淡水煮就把它味道给冲淡，对不对？你有吃醋吗？没有，放在旁边啊。我刚才有吃了一颗试吃的，就有藻味没？你干嘛？这里也不能吃，混蛋！晚一点，晚一点。所以那个是那时候你打你来的嘛，没有人气的啊，所以他知道他这多点，哇，哦，赞了啊，赞，这个可以给他吃了。它应该会吃，我觉得。然后吃，不然难吃又不吃了。会啊，它吃掉了。你然后你再拿一个，好啊，让它给你吃。那 ，Hello。我感觉小鳄鱼，这小鳄鱼吃啥？好多、哦。这个跟早上一只完全不一样，还要嘴，不行哦，不可以，那完全不怕的，不可以，等我要喂你的时候才能来吃。所以啦，九孔吧，是九孔，真是九孔吧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小子，哎呦，你今天带这么好的东西啊！就大家一起把它吃，一起共享。
那个灯啊，你们讲。六六。哎，这姐姐，这龙呀。好。还有没？我那个小狗家。哦。我的是。哦，这是我家的。是啊，有几个只吓？四五只。有的，可能走去倒位啊？对。我那天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先去在那个油站带人看，我先捡一根大根的，然后后来我怕那个会太大根，我回家之后一直想，但我隔天又自己去找一块木，那一块那个泥塘去看，比较平的，我先背开，反正就隔天来我就没看到那只狗，表示它应该有上来了，应该是吧？就这个啊。我也吃很多了，我吃很多颗嘞，我也吃很多了，不然一人再吃一颗啊，就剩两颗，这吃不饱，这吃味道的，这烤皮，这一样嘛椒，啊，对啊，一直来啊，我知道，像永远都不散的，到晚上才会散掉啊。算了，然后吃饱了就走了。我这卖锅子，这我吃。他会吃吗？吃的是干干净净的。八群组，这波天讯号没有很好。我靠，手上都是耶。我觉得你去把衣服穿起来了。不要落啊！你把衫穿起来，它不要紧。这顶了我挨久了。哇，怎么那么多？很多啊，傍晚了，他们最后一餐啊。我扣起啊。
不怕不怕。对对哦，是有。都可以吃啦，别人都可以吃。对，都可以吃。你来解决嘿。在那个什么，盐软还是淡？你看就直接水煮，最新鲜。然后等一下，落冰干咧。啊，冰干。我等我来处理。那你稍后你用这个锅子就好了啦。就拿一个锅子来装冰块。哎呀哇，老的猫跟我拍的嘛，我都有带啊，只是说那一个蛋鱼肉。有人要炖鸡用这一种就开了会，可我觉得那个太小，这个还太小，感觉啦，你一只鸡下去，你汤下去，它就满出来了、啊，看你，对啊，我等下到时候用我那个方便就好。开下去啊，可以啊。你要再剪半吗？那你有剪刀？等一下再整只再上来剪还是怎么？我那刚坑没回啊，今日这店坑没回。哇，你可能爱心加一点。用剪的有点，啊不用，有点那个不够漂亮，难撕来画面。嗯，确实，很贴的。哦，有蛋呢。好，下去啊。有车子过来了啊！有蛋的嘞，水啊！我到这边会有原住民的啦。原住民，生锯呀，冲绳的都是原住民。海鲜浓汤啊，那是咱煮出来的家伙，煮了就会把外面这红红的皮把它扒掉，因为它皮它那一个就影响口感而已啦。来吧，我没有口感的没差。对啊，喝一下。好的。我们出来就以代号相称的。嗯。它只要煮滚了就好了。对啊。还有足够。哦，被蚊子咬到，变大了。那在野外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又是这个季节。对啊，夏天就很不喜欢露营。对，我想业务也是这样。那夏天露营就是我们之前夏天是没有出门，对啊，夏天因为第一个超热，对啊，蚊子又多。但是我觉得你那个地方可以去，哪个地方？国姓那地方。国姓哦，当然可以啊。可是我上次被那个蚂蚁搬家以后，我就有点害怕。真的？哇，整车都蚂蚁哎！我拿那个逼不得已就去买了那个诱饵。蚂蚁幼儿那个啊，它好快一个礼拜才把它消灭掉。就每天看它在那个幼儿，也还好，就每天就看它们在幼儿上面在盘踞，在吃，然后后来就慢慢消失。所以那个幼儿还是有用的。哇，三只，这只不是早起的只，这只看起较细只。哦，公的吗？公的。
哦，过来哦。吃这个较紧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煮滚就好啊。而且这一种海鲜本来就是这样子最好吃。我是刚才讲的，我讲实在话，海鲜类，我像鱼啊，当然看什么鱼，我觉得还是清蒸的，那这种最好。鱼没有这个方便了，这个比较方便。哇，要冰了。你用冰糕吗？我的火可以关掉吗？关了，关了。关了，有一下。它皮没剥，它那个皮也是会缩掉啊。所以汤就是会有那个红红的，又来一汤。没差啦，人家来就光。哎，过来过来，一家东啊，那没有那走过，就是那条卡的。还没走过来，走过来，我操！现在我都走过来。还是刀子来割一下吗？自来水，我加的自来水，所以要加水，可以啊，不是，所以不是开水，不是不是，有结冰水吗？我要是要倒一点水下去，这样子，你说过滤水、啊，所以这个不能生喝嘛？那不能生喝，可以的，稍微冰一下就好了。啊？酱？你说要什么？要坑一下。啊？我啊？坑那边吗？对，我来喽。我来。冰块一盖，酱压上去啊。酱。耶、yeah. 哦赞这个东西还真的吃不过哦，我我炸了叫一全脸对啊，最严重的那种不会有土味，如果有给他嚼的头皮耶，我感觉他秋刀鱼比较好吃比较好。可以吗？怎样了？那也叫好吃哎。我们今天煮的这个，除了鱼以外啊，用一锅盐水下去煮，最原味啊，最好吃啊。然后加个瓦萨比，准备变神仙啊！这个是蛋，你倒是有。
你确定是蛋啊？不是大便啊？不是啦，不是蛋，就是它的那个精囊。哦。嗯，可以哦。嗯，可以。那很好吃哎。嗯，可以。那只小狗吃了两个鸡架子，它还在肚子饿啊？会不会太扯了？马上打死一只，随便打。这个墨可以吃哦，你知道？什么东西？墨鱼啊，这个墨可以吃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我什么都吃。对啊，这个墨可以吃。啊，我要眼前都是小黑纹，真的哈、哦。这边没有小黑纹多好。没有办法。但是季节啊，但是也只能我们上次来没有，对不对？冬天啊，冬天怎么会有？是冬天，可是我去绵岳县山上那么冷也是有啊。我跟季节不知道，是因为那天下大雨啊。我靠！我刚刚我看我脚上至少停了十只。对啊，你去把它，你去那个防蚊液没屁用啦，去把长袖穿起来啦。好啦，你不要刚刚跟我上次看那个新闻那个什么，被蚊子叮到器官衰竭了，我跟你讲。这一种会哦，对啊，不能开玩笑，还是尽量不要让他们叮吧。你们看我都还很小心，全部武装，别叮，但至少不要叮那么多，对不对？热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但也不要还太多，还太多会受不了的。哦，是哦。我加拍水呢，就是我倒了，这个你拍是吧？美食当前，那我不吃的道理。吃啊，还要吃啊。嗯。啊。我听你说这边小黑蚊很多，那苍蝇也来，我就赶快。长裤长袖啊，袖套都拿出来了。就是小黑蚊啊。嗯，这个季节啊。你猜他们晚上这三只会不会都集合到齐？那个烤肉烤下去以后。还有一点点，我刚刚在讲，我受不了。你家真的，哇！你嘴巴咬什么？咬那么开心？你把沙清起来啊！你把那个衣服穿起来，要不然这个受不了了。无你外用，真的。你也想高考也无怪你不爱穿。我扎这方言的，我无讲我衫袂使我平扎，但会使扎你大家嘛，还袂扎方言。为什么？因为最爱穿起的。哦。我你要买袖套啦。哦，袖套有。我没想到带这个。因为我跟你讲，那小黑蚊只要有个袖套，它就咬不了。你看它现在都咬我的脸，我这帅帅的脸都被咬到快两公分。来哦，啊，吃啊，我吃足多啊。啊，你的第六期又过来，都拢吃。你要唔是炸迄个一般的鸡？没有，我有带几块。对啊。你看它现在都咬我的脸，我这帅帅的脸都被咬到快两公分。来哦。
啊，吃啊，我吃足多啊。啊，你的鱼六鱼过来，过来我吃鱼。你要么炸炸那个一般的鱼。没有，我有带几块。对啊。哦。再给我一点那个我鲨鱼。赞。在山上吃海鲜，靠，很特别啊，很好啊，做个挺赞啊。九孔刚才吃的应该是九孔吧，刚才一个还是九孔鲍，九孔鲍，九孔鲍啊。比较有嚼劲，嗯，好吃啊，不破三观。不然热人，不然热人你都怎么吃？我很少吃这种东西，真的、哦。对啊，我基本上不太吃海鲜的。我不是过敏什么，是因为平常我不会去特别买海鲜。应该讲我很普通吧。你可能住大甲外埔这边，我什么都吃。对啊，啊。今天不错啊，今天最后我的决定是对的，在这边不是没有在乌石的，不是在这边，不是在下面啊。我决定，我跟你讲，搞不好下面的小鱼没那么多、啊。我跟你讲，更多，我刚才下去跟你在搭那个下去，没有什么感觉。那是因为你在做事情啊，在动啊。晚一点就五点以后看看也看不完，对不对？来，那今天。这边反正就是没办法，小黑文，这个季节，你的啤酒嘞，早就喝完了，哪有人像你喝那么慢的？那么快，对不对？我都喝了多少，你还在喝那么慢？对，又坦诚相见，赤裸裸的下溪里面去洗澡，去泡水而不是洗澡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是我第三个坦诚相见的。啊，本来就是啊，对吧？原来就是。跟那个东芝那一个关于业务，当过兵的还怕这个，是不是？哎，是不会。那个骗子不会放到网络上的，那个骗子太猥亵了。没有，可以剪上半身的，就是。哦，对，是的、啊，是的、啊。两个老，不要剪到下半身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两个老男人。你还没跟他报平安啊？我没打给他。这支鱼刀真的是好用，我告诉你，是鱼刀。嗯，是的，是鱼刀。不报警。
哎，好，我们要赶快吃完，不然餐友一直来哦。好，今天就会招招餐。哎，今天突然就出现，刚才没有苍蝇，这个海鲜才有苍蝇。现在找不到地方钉了，还是会钉脸的。要不要再补一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喝太多晚上没酒喝。刚喝了五瓶了，你刚不够再九七八补几就好了，十二瓶还不够，那会被人家笑死的。你这样子可以一个人，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喝一下，对啊，当清楚，一天啊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一天哦，大瓶的啊。大概喝八瓶，600cc 就等于5公升啦、啊，4800cc 嘛。那你这500cc 的12瓶就是5×2×10，也是600啊，就是6000cc， 差别12瓶是6000cc 耶，多了1000cc 哦。哦、嗯，对，对啊，那个负担比较重啊。这样够辣，够辣吗？够辣，够啊够！下一个辣酱，够啊！上去就呛。这种不适合那种朝天椒，这种就适合这种瓦萨比。你如果用了朝天椒啊，就不对味了。海鲜不适合用了朝天椒，我觉得，对不对？重哎、欸，就是瓦萨比挂上五味酱。对，因为朝天椒比较适合那种中式的东西。现在我还穿长袖，不然现在有风。今天也咬、啊，到处都是被咬的，脸上可能也是十几个了。那没办法，出来野外就这样，对不对？只穿着，食袂了。哎，我上次记得我们在那边信号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现在比较好了。在上面会比较好一点，对，这边是最好的，对啊，因为下去我记得信号没有很好，还可以啊，
那还是可以用到的，要不然你老婆怎么会找得到？上次的，我是说上次。这小黑我还不下班，三点半了，等到五点。大部分都我遇到都是他五点以后他们就下班了，然后就换蚊子上班了。蚊子我比较不怕，我比较怕这个。因为会生火了没有？基本上我觉得蚊子很好。嗯，没错。晚上我会架那个焚火台。这个地方没办法挖哥。这边也要生一个火，我们晚上要在那边喝酒。三个人快快乐乐，你不要扫兴。去那边干嘛？去那边我还要搬一大堆东西下去，累死了。但是那边也是要生火。对，那是你们晚上生的火。另外一点，另外一点就是。不会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还是在这边。我想由奢入俭难，有可能。对啦，因为。连帐篷现在都还没去搭。对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有没有？对。放我们以前那我这样子搞，哎，你不觉得这样很好？这样不好，掉下去，这样不好吗？对啊，人生啊，有些事情啊，不要太计较，对不对？不用太执着某些东西。当然啦、啊。哦。